哎，我是 Everybody，我是 Baron Wolf。今天咱们来玩一款叫做八号月台游戏，它是类似于新干线零号跟八号出口的那一种游戏类型。然后同时它也是八号出口的续作，所以我现在非常期待这款游戏在昨天呢刚上架 Steam，我们今天马上就来玩。我终于在第一时间赶上了一个新游戏的热度。我每次都是在游戏已经热度过很久才去玩，我这一次终于赶到了。那我先前已经玩过新干线零号跟八号出口，如果还没看过的话，可以去看。看一下，总之我们现在就来体验这个八号月台吧 ，Let's go baby！ 开始之前，我们先来念一下游戏介绍，避免等一下摸不清头绪啊。这是新推出的续作《八号月台》，是款关于逃离一辆永不停驶的铁路电车游戏。玩家游玩时要注意铁路电车中的怪异之处。开发者表示，游戏希望在保留八号出口气氛，同时可以让玩家享受到另一种游戏的乐趣。熟悉的声音啊，然后因为这游戏可能是因为刚出的关系啊，目前还不支援中文。哎，接下来就我们开始吧啊，我们现在是坐在椅子上是吧？好，我们站起来了。哎，一样的这个秃头老爹啊，来稍微观察一下这颗枪。有了我们之前玩过八号出口跟新干线零号的那个经验啊，我认为玩这款八号月台，我们应该会轻松一点。哎。稍微看一下这个海报，上面写03，然后从头观察一下，消防器，然后吊环是这个中咖啡色的嘛，啊，这边有灯泡，啊，灯泡一张脸，啊 ，OK， 八，玻璃杯，这个好像是一款游戏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这个海报，这个橘色的娃娃，这个头发被电到。接下来这个东西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随便干。不是啊，这个海报我不可能记得完啊，这太多了。哇靠！你上面这边左右有海报算了，上面也还有这些东西啊。哇，这太难了。算了，总之我们就先往前走啊，我们就祈祷这个异常可以明显一点。OK。接下来这个是第几号月台？不是啊，哪边有显示这边是第几号月台啊？这个是零的意思吗？啊，看到没有，这是第几月台啦？不是、啊，我们要先想办法知道我们现在在几号。哎，这个剧烈晃动，看到没？零压出现了，那这样算不算异常？这应该算异常吧？还是纯粹是我们这台车开比较快？不是啊，重点是我们现在第几车厢啊？这边还是写零啊？那我们现在严重发现异常了嘛？那我们现在走回去，看会不会啊？鸡巴了，不让我走，你他妈！不是、啊、不让我走是怎样？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纯粹在走过场，游戏还没正式开始。哦，合理。哦，瞬间停下来了，只能往前走，不能往后走、欸。哎，很久没有去海边了。阿贝，你要淹死阿贝！妈的，我应该先担心我自己。不是啊，这游戏竟然会杀人啊！八号月台是会杀人的游戏啊！我记得新干线零号还有八号出口应该是都不会死人的吧？反正我是没死过啊。可是这个八号月台竟然会死人啊！而且他们没办法往后走，往后走的门是打不开的、啊，有病是不是啊？对啊，锁起来啦！那 GY 啊，那我玩个屌探啊！现在怎样，大哥？我的大哥，秃头大哥，你倒是讲点话、啊！我现在只能不断往前。你妈什么状况？好，这个异常我们就直接往后走，还是只有异常出现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往后？啊，你妈！我现在转头，你不要吓我，拜托了，我真的拜托，拜托了，好不好？拜托了，好不好？我拜托了。啊，没事。我靠，秃头啊，跑起啊！没事，应该没事、啊。哇靠，门也跑起啊！没有，这是幻觉，门其实还在。哈哈，哈哈，门不在。哎，我们现在只能往前走。没事。右边怎么可以走过去啊？什么状况？前面有个黑影啊！我看起来，他手插在口袋，不会拔枪给我射吧？我等下他们像007一样躲避子弹，对不对？怎么样，兄弟？啊！我撞他，他会怎样？啊 ！Oh shit！ 哦，真的会怎样？我就现在就只能往前走，一直死而已啊！这游戏该不会没有终点吧？啊！变异发生中，他直接跟我讲前面会有变异，那我傻逼才往前走啊！
他让我往后走啊。不是重点是他不会让我开啊！这游戏是活生生想把老子搞死就对了。现在这游戏两个很大的问题，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在第几号车厢。他妈的，谁在讲话？前面那个门有人在敲啊！你先别吵，我先讲我的话。重点是现在这游戏我们没办法知道我们在哪一个车厢，对不对？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哪个车厢，然后也不能往后走。那我们现在就只能一直吃屎，你知道吗？这边灯条写说 "Do not open"， 这一点英文我还是看了。他的意思是说帮我吃，他的意思是说叫我不要开门啊。那你妈的！我干，这个戴耳机，哇！戴耳机听到这样叫，就感觉很有劲啊。谁在敲？哎呀，看不到谁在敲啊！哦，大丈夫，大丈夫，我来给你救啊！啊！我帮你打开之后，你不要追我啊！哎，啊，不开就没事，异象就过去了。哦，还是说这个游戏的概念是，当出现异状的时候，我们要想办法把它破解，所以没有往后走这个选项，我们只能不断的破解异象，然后直接走到八号。哦，显示了，显示了，上面这个零变成一了。你妈怎么有脚步声？你在跺脚是吗？阿贝，阿贝，你在跺脚？来，走。没一撞，没一撞，这边哈贝不对啊，这个门他妈有哈气声啊！哇，怎么变成自动门啊？这门怎么升级了？这样，这应该不会死吧？出去之后应该就会变成二号了，对不对？来来来个二号，所以我们进到二号。我觉得这个游戏现在真的重点已经不是解谜了，也不是看什么海报，纯粹就是一步一步走，然后随着那个车厢的转换，发生越来越多奇怪的事情。我觉得这很不错，这是我喜欢的样子，好吧？哎，接下来会是什么状况呢？拭目以待啊！哎，没事没事。啊啊！加西吧！干我就知道，干我就知道，妈那个臭逼！加西！鸡巴！我就知道啊，妈有人在跟踪，我就听到奇怪的脚步声。靠呗，原来是有个透明人啊，欸，这是不是稍微带了一点变态的成分在啊？这个门上有写说什么电光接视板确认，不重点什么是电箱啊？靠腰啊，我很掰啊。算了，冲就对了，啰里啰嗦的。哎，不能出去。那回到你啊，老鸡巴！干嘛啦？快开！快开！快开！我得劲啊，得劲啊！来，我们酷狗翻译要随时准备好，有什么线索的时候，我们马上用酷狗翻译把它翻出来，然后我再翻给你们。走走走！啊，灯关了，你鸟我！哇哇哇哇！哇哇哇哇哇！我看每个人都像癫痫一样哎，这是什么癫痫大世界，是不是？好了，我们不要再往前走，我怕等下碰到他们，他们又要把我给吃掉了。我们直接往回走。等下这游戏到底是可不可以往回走啊？一样不行啊！看来我的推测完全没错啊，我们没有往后走这个选项，只能不断的往前走，啊，只能不断的往前走。现在应该就算是有点，就是。像是冒险游戏一样，我们要通过这个地方，不要碰到他们，然后顺利到达下一个车厢。OK， 没事没事没事。Oh yeah， 来生做一个。Oh yeah， Oh yeah， 看一下。Oh yeah， Oh yeah， Yeah。哇，来二号车厢，过了过了。欸，先生你的头嘞！先生你的头嘞！啊，你那个头啦！哎呦，哎，没有头不是我的问题啊！别过来啊！你可以让我过吗？拍谁拍谁！我操，你没有头不是我的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来，借你过啊！你别转过来啊！哎，不对，你也不能转过来，你根本没有头可以转过来。对对对，往前走哦！我刚刚看到就前面那个，他手上抓着一个头，那个头应该是你的啊！你去认领一下，啊，我先走了啊！拜拜啊！现在不会怎样啊！三号，三号 ，OK， 我们再五节，不再五节就可以过这个游戏了，没什么问题。
好、哦，这些车厢是安全的、啊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反正是安全的，免费送一关。不对，没有送一关。如果没有异常的话，也代表说我们过这个车厢也不会前进，所以我们必须碰到异常就对了。哎，下一个 ，OK OK， 很明显有异常啊。啊，我现在是，哦，我懂了，灯关掉它就会往前，所以我们只能趁灯关掉的时候冲过去。来，它现在会到我面前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灯关掉之后我们再从右边溜过去。哎，啥？干你你！我操 ！What the fuck？ 这样怎么玩？啊！干你你！我操 ！OK OK， 好，至少我们现在知道这游戏的概念了。我懂了，这个纸条它的意思并不是说前面会有什么异常，而是要我们去看这个灯条，然后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现在在第几月台，大概是这样的概念。